很难想象，除了台北，台湾还有哪里能聚集到这么多的国际友人齐聚一堂参与盛会？是的，这里不是台北，这是嘉义。一年一度的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在3月15日晚间盛大开幕，包括数十位国际影人以及外国使节都南下嘉义，感受南部人的这场热情文化飨宴。嘉义国际影展今年已经举办第6届了。中文说的超六的法国在台协会主任纪博伟则强调，2年前他曾在知名导演也是嘉义影展总监黄明川的邀请下前来参加。2次下来，他表示很高兴见证观影人数成长，期待更多人了解这300年历史的小城之美，当然包括也要来这里吃一碗好吃的鸡肉饭。法国人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台湾电影，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直我们法国的协会一直看这个电影方面的交流是可能最关键的一个领域。本次影展中展出多部国际影片，包括印度、捷克、澳洲、罗马尼亚、瑞士、以色列等国。澳洲驻台办事处代表高歌瑞强调，影展32部影片中各有澳洲3位杰出导演、7部影片参展。他特别介绍开幕片由钢骨血的导演彭古瑞是一位台湾女婿，期待借由影片探讨西澳之美及音乐艺术才华，非常适合我们澳洲办事处今年选的主题，就是和台湾分享珍宝，共创未来。这次参加影展开幕典礼的，除了数十位国际影人和使节之外，国内重要的艺文界领袖也出席踊跃，包括文化部次长萧中煌、央广董事长陆平、台湾文学馆馆长苏硕斌、知名影评人蓝祖蔚、郑炳宏等人。今年嘉义影展以“激进的天堂”为主题，共计放映32部国内外艺术纪录片，自15日起一直到3月30日，每周5、6日在嘉义市文化局演讲厅播放，所有场次皆免费入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沈聪荣在嘉义采访报道。